我们有请我们的现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主播们一起到台前来为我们的三周年我们这个家来切生日蛋糕好吗？来，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蛋糕请上来，把蛋糕拿上来，也有请我们的所有的演职人员我们的主播我们的管理来到台前。我们看到我们今天非常高大上的航拍啊，也是在空中，好多航拍啊，好多航拍在天上有飞机啊，请我们的这些高管大大们，我们的主播们一起聚拢在我们的燕总的周围，把我们的燕总等我们所有的主播上台一起吧。好的 OK 好，后面咱们往后多站几排，没关系啊，来，高的可以站后面，哎，没事啊，来稍安勿躁，对，咱们后面还很空的地方，咱们都往后面挤一挤，大家可以在这人群中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配着温馨的生日快乐歌。我们衷心的祝福我们这个家3岁生日快乐，我们一起静守着他的5岁、10岁，长命百岁。我们将会每一年的陪伴着瑜伽成长，也希望我们瑜伽的所有主播呢越来越好。OK， 我们还有可以站到舞台后面，如果个子矮的朋友，可以站到舞台后面，舞台上面可以跟大家看一下。OK， 站在第二层，不然看不到你们的样子。OK， 那么我们闲话少说，我们的音响老师也是配合我们一下，让我们的燕总代表我们所有的朋友、所有的瑜伽人的祝愿，还有我们线上的粉丝主播们一起切蛋糕。我们燕总切完之后，我们一起说生日快乐，好不 好？来，燕总，开始，生日快乐。OK。那么祝我们的瑜伽生日快乐，红红火火，我们把我们的那首主题歌熟悉的唱起来好吗？鱼跃龙门。有一种心定力在这里我们相遇，有一种凝聚力让我们成为了兄弟。情深不能永远忘记，无论狂风暴雨，每一次面对难题，我们同舟共济，联手撑起这片天地。是你们给我的勇气，回头看这一路走来，最初的那一片空白，在这里慢慢添上色彩。鱼跃龙门，我们看到最美好的未来，是我们勇往直前的时代。鱼跃龙门，我们相信明天会更精彩，我们永远都不我们在这里成长，慢慢变得坚强，越过太多的坎，有你们在我身旁，那些心中的梦想我们互相担当，就像一家人一手装的翅膀，一起扛起属于我们辉煌，可有多大任凭我们飞翔，自信天下就能加倍辉煌，有了太多的坎上不要产生失望，面对太多的路要接着闯荡，毕竟那些欢笑都与你们分享，即使再多的痛苦也永远都当时时刻刻我们要坚定信仰，瑜伽就是我们最后的战场，有志则强，人生的主场，我们无所畏惧，无论狂风暴雨，每一次面对难题，我们同舟共济，联手撑起这片天地。是你能给我的勇气，回头看这一路走来，最初的那一片空白，在这里慢慢添上色彩。夜龙跟我永远都不言败。
一路等我们看到最美好的未来，是我们勇往直前的时代。一路等我们相信明天会更精彩，我们永远都不言败。我们瑜伽三周年生日快乐，瑜伽为王，瑜伽霸气。好的，在这里我们也要对线上的所有好朋友还有谢谢的朋友，我们四周年再聚。接下来我们的活动其实还没有结束，我们的现场酒会现场派对就正开始。 OK， 我们的摄影老师给我们来个大合照，我们对着航，我们对着天空的航拍，来一起挥挥手吧。这是我们的航拍，同时感谢我们所有的到场的宾朋，感谢我们涛哥，也感谢我们乖乖姨，感谢我们老大给我们这样一个家。音量小一点。好了，感谢所有好朋友们，我们来年再聚。之后的酒会大家吃好喝好玩好，我们的线上直播环节就到这里，跟大家告一段落，拜拜。来年再见。